妈认证同居中，吴心緹疑神疑鬼被甩，邱鋒澤接力狂追。2016年的12月，李玉玺跟吴心緹被本刊拍到，同样也是在李家过夜，前后行程长达13小时之久。而且两人出了李家，看来都是睡眼惺忪，脸上满满疲累，十分引人遐想。之后李玉玺虽然承认对吴心緹有好感，但没想到两人发展并没有那么顺遂。本刊跟好跟满自己的新闻，果然到了去年10月，接力独家爆出李玉玺跟吴心緹交往不到半年就分手，原因是吴心緹太粘人，又爱疑神疑鬼查寝，让他很受不了，提出分手。